他每天早上要给他一个小兔吃，啊，一个方面是锻炼它的一个瘾性，保持它的一个原始功能。这个藏獒在内地饲养，其实在很大角度上来说，都是要这个保持它的一个原有的生活特点。那么对于这个活体动物的一个饲喂方式，还是要进行的啊。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一条小藏獒，它是8个月的鲨鱼。那么这个时不时的会给它吃一点活食，比如说像这个小兔呀、小猪呀之类的啊，这也是锻炼藏獒凶猛的一个基本前提。这家伙今天早上突然得到一个小兔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兴奋。他现在他不吃，他要等到这个小兔基本上没了这个气息之后，他才开始动嘴。因为他现在一个方面主要是和这个小兔打闹，他还没有吃的欲望，他的肚子不饿，要等到他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个小兔全部吃掉，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说，这个野性的东西还得要保存，对不对？关于他这个性格上来说，是不断的去培养他，开发他，让他的这个生物特点能够这个在他的身上，或者说他的下一代身上。能够得到这个固定，啊，因为每天早上我们家都是在早上喂狗，啊，它现在肚子是吃饱了，它对这个小白兔它是没有多少兴趣，它现在只是和这个小白兔在玩耍，啊，它要是肚子饿的时候，早就把这个小白兔给吃了，啊，这家伙，你看大家看到没有，它不是在吃啊，它是和这个小白兔在玩了，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肚子不饿呀。好了好了，啊，他已经没有气了啊。